凯欣，我发现我每次叫你办点忙，你就退缩，你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了。谁退缩？人家那名额满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等下期吧。半年我哪等得了？你赶紧先走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其实要我看吧，他这公司应该没多少钱，你给他买了得了。我给他买？我给你腿打折快点。慎重啊！我现在可打得过你，我是让着你。我跟钱钱学好几招呢。你赶紧跟钱钱说，他不叫官吗？你让他给我加进去。我不说，爱谁说谁说。你不说谁说，我怎么说？ 那我也不能说呀，是你别看我跟人家有感情有感情基础在是吧，也就一句话的事儿，但是我不能让他犯错误，对吧？你这个给你送进去太简单了，但是你这要是发现了啊，他再被人开除了怎么办？那我不就得娶他吗？你准备好了？太负责任就是，是吧？那你们结婚之后，这婚后生活怎么办？他主内，我主外，然后带孩子在家。哎呀，结婚生几个？ 2个吧，2年内。哎，我最怕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最怕你们结婚之后，钱钱那性格欺负你，他那破性格。嘿，我来这干嘛来了？我这学了几招，我征服他，压制他，他要跟我叫嚣，你快回去！做饭，做饭，征服他的胃。谁要被公司开除啊？你又要娶谁啊？别人。 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要上你们那三打班，他现在没有名额了，你给我加进去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实在是武术，我保护自己啊。换一个理由。海星在这老受欺负，他让我过来陪陪他，帮帮他。再换一个理由。我在家无聊，我过来送送筋骨。这个理由很真实。走吧，先考核。 考什么核？考完核他就能进了。什么考核？考去吧，这这这这这什么吗？哎，那个太突然了，他太意外了。一、二、哎，笑是吧？武术八跳，一起做。啊？一起做？手抱头，抱头，快点。八跳，八跳可会。 来呀！一，动作做得不错啊。下面我们进行抱摔，我给大家讲一下抱摔动作要领。11，准备。当对手攻击你的时候。 挡住，上步，顶胯，将其摔倒。刚刚是分解动作，现在做一下连贯的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好，你先来。是。 起来！拳头太快了。再来！嘿，嘿，哎呀！51起立。
哎呦，太沉了，你这在拎不动啊！来，你先别拎，扶扶你，这样啊。这么摔知道吗？哎呦，完了完了，我这腰，哎呦，我这是，不行，我得摔医院，可别上了，我上不了劲儿了，我摔医院了，走了。 造孽啊！都是队友，就不能轻点儿？那咋行啊？训练是严肃的事儿。要是你妈看见，那还不得心疼死啊？以前在训练队，受了伤，比这更多了。来，伤跟伤能力一样嘛，有些伤让人生气，有些伤啊让人解恨，有些伤就让人心疼。那好了，你要什么不舒服啊，就喊我啊。好嘞。 该歇歇啊，还好没事儿。哎，你们就不能下手轻点儿？这个人打的，遵命。谢谢。还好吧？没事儿。不觉得他们走了？可算是走了。这小少爷气鼓气胀的，一直缠着我不让你做陪练了，我都服了。别理他，他就是小孩脾气。 是挺小孩脾气的，不过还挺可爱的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，我跟你揉揉。哎，这儿这儿是吧？不过说真的啊，我觉得他吧，好像对你有点意思。你别胡说八道了。他这个人就是比较重感情，换了别人他也这样。是是是。派出所那边有消息了吗？ 还没，快了吧？哎呀，你这心啊，真是够大。你吧，刚陪练你悠着呀，你干嘛这么卖力气啊？我这两天当陪练，我倒觉得挺轻松的，脑子什么都不用想，跟度假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出外勤的原因，不用持续备战，不累呀。